院，马苏现身湖北武汉，一脸笑靥，健身某品牌年会设点活动，哪里被卷入李小璐风波后的种种传闻，心情大好笑对镜头。从活动现场的照片中可见，马苏当天身着一件五角星图案的连衣长裙，尽显完美好身材，下身的镂空设计有意要凸显自己的纤细美腿，腰间系着的腰带跟脖子上戴的 choker 时尚感不落人后，大走超人路线，梳着马尾妆容精致，还佩戴了夸张的首饰，一身面妆成全场焦点。马苏的心情仿佛未受流言蜚语的影响，现场更是与主持人热情酣聊，开怀畅笑。马苏的微博更新还停留在帮李小璐 PG1 澄清绯闻的那条，如今风波仍在持续发酵，马苏也已经被卷入这场风波之中。让人看到活动现场的马苏笑容灿烂，粉丝们是不是可以放心了？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